是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，这又是你哪个前女友生日啊？你说呀。今天是我生日。你连生日都瞒着我，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出来，谁也别好。我昨天合计一宿，你再这么欺负我，我指定干你。来，干！来，往脑袋上干了，还能耐你了？来，你快打我来，来呀，打呀，打我呀！今晚列个痛快。好，你他妈这把。如果你对象给你300万分手费，你会干嘛呀？这玩意儿还用想吗？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再多加点呗。你也太贪心了吧！这咋贪心？那你来。要是我肯定分分合合呀。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有没有经历过老婆和你吵架，吵着吵着她自己发现她是不对的，继续吵肯定不行，道歉那是不可能的，撒娇她也不会的，她就拿出了武林绝招翻旧账，只要旧账翻得好，王母娘娘也管不了，都是她有理。盘点那些女朋友不讲理名场面 Foremost。 该你了，马上接班了，最后一局啊。不是我狙打死了，我这你这马不能这样跳啊，变马蹄子了呀。咋不能这样跳了呀？就变着马蹄子了呀！我真的变死我也跳过去。玩赖是吧你？玩赖是吧？我蹦一下。我靠！妈，我让你蹦，我让你蹦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别玩了都。不玩就不玩。对。咱俩分手啊？这，那你先说。让我先说。那你说让谁先说？让我和他哥先说。行，我说。他说减肥。让我看着他刚才是可乐炸鸡，特别是晚上不能吃晚饭，这不挺好的吗？然后当天晚上就分手了。为啥呀？是我虐待的，不让吃晚饭。是我虐待的，不让吃晚饭。当女生生气时，我可以转身就走，但你不能不拉我。我可以不原谅你，但是你必须得求我。我可以不说原因，但是你必须给我反省到点子上。我可以不说话，但你不可以。我可以不给你好脸色，但是你敢在冷战期间玩手机，咱俩完了。女人的话，信则死，不信则生不如死。你不爱我了？你这又是犯什么神经？你喝东西都不知道给我拿一个。大哥，你也没说要喝呀。哦，怎么了？我不说你就不给我拿了是呗？你这也太能无理取闹了吧。行，我无理取闹，那好，分手啊。真的假的？这么点小事就能分手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啥意思，我那个我跟你分手了，我难受，我得找朋友喝酒去啊，我走了。我信你个鬼。咋的了？没事儿。完事你就说呗。真没事，你先睡吧。那我睡了啊。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有事就跟我说呗。我没事儿。你不说我能睡着吗？你睡着了就不用管我了。不是，还是没人能理解我。Paragraph three， 你在干嘛？铁蛋找我。少骗我，你是不是在跟别的女生聊天？你想啥？那你是觉得我在疑神疑鬼吗？我没有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疑神疑鬼像个神经病？不是。那就是嫌我老了。没有。你肯定是嫌我老了难看了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说话呀，你解释呀。铁蛋叫我去吃宵夜。是不是和别的小姑娘去宵夜？我呸，你们两个都是一条裤子的人。为什么不说话？让你解释你怎么不说啊？啊，是不是被我猜中了？你自己看。我不用看，聊天记录都删了，我看有什么用？为什么又不说话？你不是在聊天吗？因为你进来了呀。我一来你就不聊了，如果不是心里有鬼，你为什么不聊了？我太难了。为什么又不讲话？你是不是想重新找一个？对，就是要把你换掉。老公，你今天晚上想吃点啥？雪花飘飘。你为什么不搂着我？你还爱我吗？放屁！男朋友，你是否
Paragraph 4。咱俩这个月花销又不少，你都买啥了？我也没买啥呀。我也没买啥呀。那咱俩算算来。我就买了个包，花了20000。我就买了包辣条，花了5毛。买什么辣条啊？家里没有咸菜，买辣条。我还买了个项链，花了10000。我还买了只雪糕，花了5毛。你小啊，你还吃雪糕？这都立秋了，吃什么雪糕啊？别的我也没买啥了，再就是我买了个手镯，花了8000，买了双鞋花了6000，逛街花了20000。我也没买啥了，我就是上次口渴了，在外面买了瓶水，花了1块。口渴了你不知道回家喝水啊？口渴了还敢在外面买水喝？你太败家了！你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不败家，你给我等着点，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这败家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么巧啊，你也迟到了。这个世界就这么奇妙，我迟到了没有人管我，但是你迟到了，可是要扣工资的。但是我可以让我爸给你找房租啊。你为什么要迟到？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天哪 ！Paragraph 5。你中了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他了，渣男，渣男！不是，你就因为他，你大半夜的就要走了？他不然就那行，那你告诉我这女的是谁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自己做的梦你都不知道。这是方总。你听我说，我不听你说，你怎么不说啊？那你到底要我说还是不说吗？你要说什么吗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。那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你该说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说了你也不听啊。你不说我怎么听？其实我不听。对。你说不说？我不说。哎，再话不跟我说什么？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去带孩子做 DNA 检测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还不是你的。你说，你是外面有人吗？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外面没有人。相信你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敢做不敢当啊你！不是，老婆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要解释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哎呦我的妈！Paragraph 6。不是，那是阑尾炎的疤。你能别骗我了吗？阑尾炎的疤哪有那么长？你是不是转变了？你要想好好过日子，就别问了。不是，我自己老婆给别人生过孩子，我怎么跟她好好过日子？你摸着良心问我，我从鱼儿跟你到现在，我对你好不好？我够不够爱你？你现在居然在意我有没有为别人生过孩子？你再把你的要求说一遍。我让你坐下来尿尿。为什么要让我坐下来呢？男人没有坐下来尿尿。你拉屎时候你不坐尿吗？像个昏迷的，需要你亲你前女友一口，我才能醒。你亲不亲呢？这个我先跟你分手，然后你就是我前女友。等我亲完你好了之后，我再跟你和好，怎么样？行啊。满意吗？挺贼呀你。满分吗？太难住你。那你为什么吗？先别动。我告诉你他妈别动呢！我告诉你他妈别动呢 ！Paragraph 7。阿公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我闺蜜跟你前女友同时掉河里，你先救谁？你闺蜜。好啊，你居然毫不犹豫就选择救我闺蜜，你是不是跟她有一腿？那救前女友？你救她干嘛？你是不是想跟她破镜重圆？哦吼！你不讲道理啊！那我问你，你前男友跟我兄弟同时掉水里，你救谁？你明知道我不会游泳，你还让我去救，你是想我出事，让我跟你前女友破镜重圆？别走！天哪！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你说我是打扮好看一点呢，还是不打扮好看一点呢？那肯定是打扮好看一些嘛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丑，不打扮就拿不出手了？我不打扮不好看吗？那就不打扮嘛。你是怕我花钱买新衣服呢，还是觉得我没有打扮的必要呢，还是你想把钱留给别的女人？哎呀，你打不打扮都行，你自己看着办嘛。我太难了。敷衍我，你现在是不是对我已经没有新鲜感了？看我看腻了。你说这个世界上谁最好看？当然是你最漂亮呀。哼，
虚伪，我自己长什么样我心里没数吗？Paragraph 8，问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和你前女友谁好看？当时你要前女友不好看。你还知道你前女友不好看啊？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是吧？不记得，不记得，我骗你的，我不记得了。你连你前女友长什么样子你都忘了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以后我成了你的前女友，你是不是连我长什么样子也忘了？不会，我怎么可能忘？我不会忘掉你长什么样的。那你意思是我可能会成为你的前女友了？咱俩可能会分开了？世俗重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媳妇儿，给我拿三块钱呗，没水了，我灌桶新的去。哎呦，我都服了，你咋这么不得当呢？咱结婚都7年了，你就不能硬气一回吗？啊！你给我站着！哎，行不行？拿钱！哎，拿钱行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了！拿钱行吗？都得扔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随便花，爷们儿，真爷们儿，真爷们儿！我告诉你啊，在家给我做饭，我回来之前你要做不熟，我揍你，听了吗？惯你！哎呀，真他妈爷们儿。Paragraph 9，把手机给我看一下。你跟谁俩发来短信的呢？你跟谁俩唉声叹气的呢？我他妈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我操！我操！你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！啦啦啦啦啦！你干啥呀？哎，你这世上怎么一根头发都没有？所以呢？所以那个秃头那人是谁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九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为什么刚才看到旁边女生一眼就不爱我了？那是我妈。不管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你就这个样子，就不爱我。你敢打我？有完没完？有有有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强势的样子。回家。好。Paragraph to end。宝宝来尝尝这个。你除了这样喂过我，你还喂过谁？没有啊。我不信，你说不说？我还喂过狗，吃不吃？不吃果然，一天哪来那么多矫情事儿？天天没事找事儿的。没事没事，别生气嘛，我就是。快点吃。Nice。亲爱的。你觉得我好看啊，还是林志玲好看呀？当你女朋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清楚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如果回答不好，很容易导致分手。所以我们要先把自己化被动为主动。我们分手吧。Paragraph 11，老公老公，你说是家花香啊，还是野花香啊？那肯定是家花香啊，有谁还能比你香呢？哎呦，你打我干嘛？你要是没尝过野花，怎么会知道家花香？哎呦我的妈！傻呀！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？结婚了。那如果孩子不是你的呢？分手啊。觉得好，我真的厉害。那你想我怎么样？你开心就好啊。那如果让你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我养。果然好男人不愁穷，永远该负担重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哦，肯定爱。你讲我什么这个？那你讲一个咱俩的恋爱小故事。嗯，你讲不出来吧？你就是不爱我。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我在女警楼等你，你没事就刀在石灰墙刻你名字，你多细节嘞。所以你为啥要带着刀来见我呀？占点这西瓜呀！我说那西瓜咋一股石灰味嘞？我这西瓜已经吃完了，还坐这嘞？我当年等的结石啊，都是因为你。你啥人都赖老子上，吃你饭吗？我拉肚子嘞，那啥味儿啊？根本都不好吃，都没前天的好吃。这不可能啊！不信你尝尝。当然了，这就是今天给你买的，专门给你送的。